有没有曾经跟兄弟一起上迪拳，然后又很爱模型，然后出现铁链，想着感觉很怪，但我又不想你是不是在弄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双娜娜。这个最近留言就一直有各种留言，兄弟你好，兄弟反正有一次，反正蟹肉好帅哦，好奇怪，先说的色。只是披着美少女外表的后来而已，然后因为结尾的再见。